2014年2月27号，一名3岁男孩被紧急送到了湖南省怀化市人民医院。当时我们考虑，一个是说肝有破裂，二个的话呢，腹内脏器有损伤。受伤的孩子叫涛涛，一个3岁的孩子为何病情会如此严重？医生给出的解释更让人感到吃惊。这个伤绝对不是本身疾病引起的，绝对就是外伤引起的。送涛涛来的女子叫杨丽云，声称自己是她的妈妈。她说，当时只有她和涛涛在家，然而她对于涛涛如何受伤却一无所知。送医院来的时候，她就是说肚子痛想吐，然后就送了，我就直接送到急诊室了。情况危急，医生也来不及多想，在医院专家会诊后，决定马上对涛涛实行手术。10万块钱左右。经过费用，你发的这个力量之后，看有希望吗？你这个希望，有这个10%的希望，只能这样讲。手术室里，随着孩子腹腔的打开，他的伤情让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感到震惊。预计的伤情还有厉害，对吧？手上破裂，一些破裂，肝胃脏也破裂。涛涛只有3岁，全身伤痕累累。送到医院之后，连医生都感到震惊。之后，怀化市公安局接到了来自医院的报警电话，医院主动报警了，因为医生们凭专业知识就能判断，这很有可能是虐待故意伤害案件。就在医院抢救涛涛的同时，所有的人都把一切的疑虑的目光都投向了送涛涛来医院的那个女人。我们当时请我去会诊一看的话呢，这个脑袋上、心部上、屁股上、这个腰上、黄水沟子上，我们医生和护士都很气愤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样感觉的时候，我们作为都是做父母的，对不对？你小孩子打成这个样子，感觉都是，但是我们有的护士都非常方面都流了眼泪。涛涛会不会是长期遭受家庭暴力？孩子这次腹部受伤，又会不会是家暴所致呢？所有的疑问，第一时间都指向了送涛涛来医院的杨丽云。因此，就在涛涛入院时，医院的工作人员赶紧报了警。医生当时说过，他说是外力所致，但是他不能够确实，他没说是人打的，什么跌倒或者是撞倒，什么的，他磕磕碰碰，有时候在哪里跌倒一下。也许是孩子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人世，经过紧张的手术，涛涛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但此时，涛涛仍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。而涛涛父母的表现却让医生们感到意外。我们做了手术，抢救几天的，他仍然是一分钱不交。总体来说哦，你多少肯定，你这是为了抢救这小孩子，你多少肯定要交的，在要尽人力嘛，不可能家里只能只有10块钱吧。原来，涛涛入院时，杨丽云声称自己出门急，没有带钱，身上只有10元钱。医院为了救人，及时对涛涛进行了手术，可后来几天，涛涛的父母却再也没有向医院交过一分钱。没钱，跟你说，我就说我一个人做事能，两个人吃，然后等于说是入不敷出，可以这么说。对，还跟外面借着用。涛涛的爸爸解释说，家里的确一分钱也拿不出来。所以欠医院近4万元的手术费用，对于他们一家来说根本无力承担。就在此时，警方将涛涛的爸爸也列入了怀疑范围。警方调查发现，涛涛的爸爸每天7点都会准时出去做事，可案发当天有群众看见涛涛爸爸在7点半时又返回了家中。除了时间上的可能性，涛涛身上伤痕累累，作为孩子的父亲，难道会毫不知情吗？有些是指甲就说刮伤的，刮伤就说有些还是不是。他是跟你说过是指甲刮伤的。对，但是他也不是说是他刮伤的啊。但是他刮伤的，他也有跟我说过，你像是眼角这里有一条，他说是他那个戒指给他擦滴眼药的时候刮伤的，然后这里有2条比较大的。然后他说，那次出去买，带他出去买菜，然后被3轮车逛了，挂了一下。就在警方对涛涛的爸爸进行怀疑之际，他的一个举动
却又让人感到有些意外。我是跪在那里坐了一天的讨钱，在医院门口。所以说，不管是哪怕是乞讨，那么也要把小孩子这个病先治好。后面的事情不管怎么样，那在后面再扯。陶陶的爸爸说，他在粮油市场做搬运工糊口，家里真的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想到了乞讨，但一天下来也只收到了100多元的爱心款。亏欠我儿子，那你亏欠的肯定是有了。这个家不完整，对自己，我自己我可以有这种感觉，缺失母爱对自己一生的影有很大的影响。陶陶的爸爸说，自己3岁时就失去了妈妈，可为何他说陶陶同样缺失母爱呢？杨丽云究竟和陶陶又是什么关系呢？原来，陶陶的亲生母亲在生下陶陶时还不满18岁，在孩子半岁时就离开了父子二人。陶陶从小一直由爷爷照顾长大，直到爸爸在网上认识了杨丽云并且同居后，陶陶才被爸爸接到了身边。而杨丽云照顾陶陶的时间也不过半年。随后警方经过多方证实，陶陶的爸爸回家是为了取身份证，拿到身份证后就立即赶回了单位，并没有充足的作案时间。但警方此时仍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陶陶是被杨丽云所伤，所以只好在等待伤情法医鉴定结果的同时继续加大侦查力度。咬了，陶陶仍没有脱离生命危险，肚皮上的伤口和身上维系生命的4根管子让人看了触目惊心，但孩子却始终没有喊过疼。小孩子很坚强的，到时候做手术的时候没哼一声。3月12号，一张通过微信传播的乐观男童涛涛的照片引起怀化义工联盟的关注。作为我们这些公益团队来说的话呢，只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，我们都愿意去帮助这种非常需要帮助的一些小孩子。爱心的力量在凝聚，不到3天的时间，怀化爱心义工为涛涛向社会筹集了11万元的救助款，孩子治疗费有了着落。然而就在大家准备松一口气时，一场虐童事件却逐渐浮出水面。从小孩子跟我们说话的过程当中的话呢，小孩子都会要从眼神方面的话呢，先要去征求一下他这个父亲女朋友的一个征求一下意见。义工们在帮助护理涛涛的同时，孩子身上来源不明的累累伤痕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所以他们也就格外注意杨丽云的一举一动。是物理退烧，就是要用毛巾擦身体吧，然后他擦的那个力度会很大，这一块皮都会擦掉了。接尿的话，他会去接尿吗？他的动作就是会很夸张，就是力度太大了。我也不知道他是没做过母亲还是什么情况，什么原因。在孩子清醒后，警方也询问了涛涛关于他受伤的原因。涛涛闻妈色变的反应、笔录以及多名义工的证词，将这起虐童事件的主角再次指向了涛涛爸爸的同居女友，被涛涛称为妈妈的杨丽云。在医院的治疗下，涛涛的伤情有了好转，警方的介入也让涛涛的受伤被定性为一起虐童事件。谁是那个虐童的人呢？是涛涛的爸爸还是他的妈妈？警方调查显示，涛涛的爸爸没有作案时间，他没有办法对孩子造成伤害。涛涛醒过来之后，从他闻妈色变的表情当中，涛涛所谓的妈妈就成了事件的主角了。3月17号，涛涛12指肠再次破裂，被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。在志愿者的帮助下，涛涛被紧急转院到湖南省儿童医院。涛涛3月17号转入湖南省儿童医院后，当时情况很不乐观，杨丽云也来到了医院照顾涛涛。然而孩子住院的第二天，医生突然在孩子身上发现了新的伤痕。在18号早上我们查房的时候，就发现他的那个阴囊那里有个伤口。孩子病危，身上却突增新的伤口，
这让在场的义工和医护人员感到震惊。妈妈说她是晚上给她断料的时候，指甲不小心划伤的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案件取得重大突破，涛涛的伤情法医鉴定结果出来了。鉴定结果表明，涛涛的伤只可能是人为造成的。而在对杨丽云秘密监控的过程中，警方发现了与杨丽云有过接触的律师。案发以后，他通过一些朋友找到了一个律师，然后他跟律师讲了一些话，他讲小孩子跟他睡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床上掉下去了，然后他就急急忙忙想把小孩子扶起来，就踢在小孩子身上，摔在小孩子的身上。通过这个律师的证言证词，证实杨丽云对小孩实施了侵害。犯罪嫌疑人归案后，警方却又有了新的难题。杨丽云一直不承认自己对涛涛实施了侵害。老公，是我真的是以故意伤害的啊？那么我请问，就是说，为什么他我还要送他去医院？杨丽云说，日常生活中自己不但没有虐待涛涛，相反自己对待孩子更是视如己出。他要是哪里不舒服哪里那个，我都比他爸还急。他家里是没有钱哦，也在那个山上，我说我嫁的不是一个富翁，因为我自私的原因，我说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说我嫁就是嫁个儿子，我不是嫁别的。杨丽云说，她自己曾经有过一段婚姻，几年后因为自己不能生育才离婚。后来在网上认识了涛涛的爸爸后，因为同情他的遭遇，更是看到他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才决定跟他交往。灰头土脸，在我的印象当中啊，就是说70年代哦，或者说如果说有这样一个小孩子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不感到意外。杨丽云说，她第一次见到涛涛时，孩子由于跟着爷爷长期在农村里生活，穿着十分邋遢，普通话都不会说，甚至连尿尿都是忍不住了才找人脱裤子，这让她很是失望。她解释说，孩子身上的一些伤痕不是自己有意弄伤的。他之前那个身上就是说不小心又给他搞破了，不小心又给他搞破了，这里嘛是带他回去的时候在那车子上擦的。在与杨丽云交谈的过程中，他一直在强调自己对于孩子那天如何受伤并不知情，只是那天涛涛起床后要喝水，喝完之后一直说自己肚子疼，然后就开始呕吐，之后他就赶紧把孩子送到了医院，于是就有了本片开头的一幕。看着能下床活动玩耍的涛涛，病房里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都很高兴。更让大家欣慰的是，在怀化、长沙两地治病期间，父亲一直守护在身边。我问你要不要，你说不要了。要。而现在困扰父子二人的问题就是吃饭。由于涛涛12指肠还没有完全愈合，不能大量进食，只能试着去吃些流食。每当这时候，爸爸无奈之下只好带着涛涛去找医生帮忙。涛涛还算听医生的话，但这也只能管用一会儿。涛涛的身体在逐渐康复，心理康复可能还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，包括以后孩子的教育和抚养等等问题，都让义工团队感到有些棘手。他们还能信任涛涛的爸爸吗？再次失去妈妈的涛涛，未来又将怎样面对他的这段回忆呢？在怀化义工的帮助下，涛涛上了幼儿园，涛涛的爸爸也在当地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他一边打工
一边和涛涛的爷爷一块儿照顾涛涛。杨丽云在之后的审讯当中依然没有承认故意伤害过涛涛。我们相信查出故意伤害涛涛的凶手只是个时间问题，但这个案件当中最核心的问题不是惩治凶徒，而是阻止恶念。涛涛的生母还不到18岁，涛涛就生出来了。涛涛是怎么被生出来的呢？涛涛的爸爸从小就没有了亲妈，那他又是怎么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的呢？杨丽云自己不能生育，这对他的心理造成了多大的影响？当所有这些问题都找不到出口的时候，涛涛就成了承担后果的对象。涛涛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里，在他周围是一群狼狈不堪的人。我是卢一鸣，明天见。花季女孩为何突然离家出走？究竟是负气出走还是遭人欺骗？是谁夜半来电索要钱财？绝望母亲因何做出极端选择？民警到底能否找到失踪的女孩？敬请收看《道德观察》，出走的女孩。